開催了。はい。バナナミルキー TV。大家好，你们来一个猫的博物院，有个 YouTube， 让我们来一个地方。我就想啊，猫博物院有什么好看？标本而已。他讲没有，我们上网查了一下，原来猫博物院不是标本啊，是活的吗？你可以领养了这里。黄色眼睛的猫很可爱啊，很好玩，很漂亮啊。